拉网。嗯，这个简单，来，我教你。对，教你啊，这个行。炒青菜不拉网。啊，你看啊，这炒青菜啊，首先得放油。嗯，放油等锅一热，再拿起来再转一圈啊。哎，你等等啊，为啥要转一圈？嗨，我告诉你啊，这转一圈省油啊。哦，好，然后等油烧热了，你把这些菜全部丢进去啊，然后左炒一下，右炒一下，前炒一下，后炒一下，然后你再把它端起来，是不是就好了？就这么简单。嗯，不放盐吗？肯定要放盐呐！你看啊，这盐啊，嗯，怎么这么大个勺子、啊？你们家？嗯，啊，如果拿这个勺子放啊，放三分之一就可以了。啊，哦，好，谢谢你了啊，这些啥呢？好好好，来，谢谢，来吧，啊，好。哎，老师，你们家放油拿这么大壶放啊？像您这样放啊，哎呀，一个月的油一下就放完了啊！您等等啊，您看看这放油啊，你不小时候放啊，每次啊。放一瓶勺就可以了，这多经济实惠呢，对吧？啊，谢谢你了，这真是谢谢你了，这当我谢谢。好好好好好，来吧，好好好好好。啊，好。这晾了它就不香了呀，这咋整啊？做个菜也不容易，怎么着吧？拿些雾。
喝点啊。哎呀，可好可好，我跟你说啊，菜我已经做好了啊，按照运的要求啊，是锤炼锤炼的啊。为此呢，我还请教了咱对门的朱老师啊，你等等，我先拿啊。吃吧，有进步，比上次好吃多了。我都能吃出油味来了。真的？你看，至少看着很像青菜了。不信你尝尝。床底下那个，我成油了，就在灶台上。啊！王贵儿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又完，爷，你哭了，你别哭了，其实吧。油比盆值钱，咱明天买个盆不就完了吗？那油还能吃吗？我是在沽油吗？我是在沽我的命。我怎么这么倒霉找你这种粗人？你不知道那盆是我用水的呀。咦，那你说
谁平时注意你那个用水的盆啊？哎，你应该感到高兴，这说明我这个人呐，正派。行了行了，通过这个事儿吧，我接受个教训啊。往后呢，什么东西可以碰，什么东西不能动，你跟我说一声不就完了吗？你还怪我啊？家里的事情你应该一清二楚才对啊！啊，连这种低级的错误你都犯，那以后怎么办？那我对你防不胜防啊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难受了啊！不就点肉吗？咱别为这个伤的身子行不行？啊，咱睡觉，走，睡觉。睡什么睡啊？我拿什么洗啊？哎呀，你，哎，要不你拿我那个盆洗？我才不用你的呢，那么脏。你嫌脏了，真是个假干净。哼，你的洗水的盆分那么清，钻了被窝里，哼，不都混在一块儿？你说什么呢？不是，我说要不，哎，你用咱洗脸这个盆吧，我不嫌弃。真的，你用完了给我拿水涮上，我第二天咱照样洗脸，我不嫌弃，中不中？你敢嫌弃我？我不嫌弃你就不错了。哎，安娜。嗯。有一件事儿。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呀、啊！你看啊，你把油倒了，那个盆儿，你洗洗不照样可以用水吗？嗯，上下不分，我都恶心死了。一想到今天你吃的那个油是从……哎呀，就你穷讲究，我看你吃的还愣香。我那是安慰你。其实我一吃我就觉得有那么一股臀部的味道。什么味儿？臀部的味道啊。咦，你说屁股不臭了吗？你还臀部？哎，求将就，俺觉得挺好吃的，可香。不料小王，嗯，油都用完了，这个月也没有邮票了吧？那怎么办啊？哼哼，没事儿，谁让我是王棍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只倒了一扎的油，咱家桶里还有，没事儿啊。实在不行，咱吃食堂。嗯。哎，那个盆儿，你打算咋办？扔了？嗯，先不扔呗。看看以后能不能用得上吧。哎呀，要我说呀，你们这个城里人呐，真是讲究多呀，什么上边下边的，都不都是身体的一部分吗？啊，要我说呀，这个连担子还没有屁股担子干净。真的，你看啊，这个连担子吧，每天风吹雨晒的，落户一样，这个屁股担子呢，可不一样啊，裤子薄着，裤衩子裹着，重点保护对象啊。那我问你，嗯，你说脸擦雪花膏那儿擦吗？咦，你想擦也擦嘛，没人拦着。小王，我给你提个意见，以后别那两个字长那两个字短的，都不文明礼貌。那俩字啥？啥？呀，你大点声！屁股也完了，还臀部？臀部那你多不口语啊！你什么口语不口语的？这叫语言优美，叫修辞。你好歹也是个大学老师，为人师表的，这种粗俗的话以后不要讲的。屁股都粗俗啊？啊？你没有臀部啊？你没有腚啊？你没有屁股啊？这叫你别讲，你非要讲，讲得来劲是不是？你诚心让我难过啊？中，那你告诉我，啥能讲啥不能讲，我心里有个数，中不中？好，以后也不能说拉那个
把那个上厕所，上大厕所。你每次一讲拉那个，尤其在饭桌上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要倒胃三天，我都能想象到那个排泄物盘旋上升的样子，好像还冒着热气儿。拉屎不叫拉屎，叫啥呀？叫大便。你谁不拉呀？谁不吃啊？光吃不拉那是啤酒。你下次别讲就别讲嘛，你要实在想讲你就讲，上厕所好了。那厕所它有大有小啊，万一我进去时间长了，人家问我王棍儿干啥去了，我说上臭厕所呀。那你就说你去嗯嗯了。那小的呢？受不了，我真受不了，俺的娘啊，我真受不了。怪不得你们上海男人呐、啊，大多都是娘娘腔。别胡说八道的，这叫语言优美，叫修辞。生活嘛，你就要文雅一点，你别给我把美好的生活糟蹋成过日子。爷，那你说这个过日子和生活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了。过日子呢，让你觉得很乐腾，生活呢。让你觉得很享受。哼，你那个享受我受不了，俺这个邋遢很自由。土八路，跟你没有共同语言，睡觉。爷、yeah, ，我就是土八路嘛，我本来就是党派来改造你、帮助你的，我可不能让你这个资产阶级的思想给腐蚀了。行，你不要被我腐蚀好了。那从现在开始，咱们各过各的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晚安。哎呀，我的娘啊！咦呀，我说你出了这，你会不会点别的，来点新鲜的，中不中啊？我是没新鲜的呀。你要有新鲜的，你千万别跟过来，要不然每次还得乖乖的去用水，多没意思呀。看着，打今儿开始哈，我不用水了。爷，你熊儿女多机智了。行，有本事，我看你能撑几天。哎，今儿不算啊，今儿我用过水了。哎呦！哎呦！我知道了，原来儿女情长，英雄志短，这话是这么来的。讨厌，谁让你过来的呀？谁让你过来的呀？太子贱。谢谢你啊！哎，我刚才在路上正好碰到你们家亲戚打听啊，我顺路把他们给带来了。咦，这不是三哥吗？兄弟，哎呀，大哥，可好吗？好好，哎，谢谢你啊，大哥。咱的爹啊和俺爹啊是一个爷爷，咱的兄弟啊关系可亲近了，没仇无夫啊，关系可好了。哎，你记不记得咱小时候一块到公社去泡那个萝卜啊？啥？还有村南头水塘边的老驴子呢？哎呀，你看我这个脑子，对对俺仨，俺仨去泡萝卜啊。第二天一大早啊，让班主任给叫去了。咦，那萝卜没了，是不是你拿的？不是我，那是问的老驴。不是你，那就是他了。不是我，那是问的大生。哦，大生啊，就是你们家男人王贵。那不是他，不是他，那就是你喽。
那就是我的呀。那不是你吗？那是我瞅的吗？你先检查劳动。哎呀，三哥替我们背了个大黑锅呀，都没有分。其实啊，老师啊头脑简单的很，我也不能出卖兄弟，对不对？劳动不下阵，就是写那个检查，哎，要写八百个字，我总共认识的字儿也没有那么多呀。来来来，大哥大哥，大嫂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吃啊，吃吃吃饱肚子啊。你嫂子啊，这次啊，我是带她到城里来看病啊。啥病啊？肝病。你没见她手脚啊都光亮了，病得可不轻啊，乡里卫生所治不了了，要咱们到城里大医院找人瞧。我哪认识门啊？可巧碰见我婶子你娘说到城里找我儿子去，他在省城大学里教书，认识人多。我一想，对呀，我亲弟弟在省城里呀，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俺俩赶紧打了车票就过来了。哎，兄弟，你认识上大医院的医生不？那个，要不我去问我爸妈吧，看看他们认不认识人。啊，走，我陪你一块儿去。咦，这家里头啊，三两头的来人，我也不好拒绝呀，真是麻烦你了。我知道你的心肠好。跟菩萨一样。哎呀，找个医生就这么难吗？也是啊，你说他们都是农村人，到了城市举目无亲，他不找我找谁？真是难为你了。这以前吧，我一看你吃饭的样子我就生气，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这是你们家祖宗传下来的。只要是你们老王家的，姓王的都这样。唉，中午不好，不赖你。香呢？啊，一会儿吃啊。妈啊，小王家来了两个亲戚来看病，你认不认识看肝的医生啊？我是家庭妇女，我哪认识那些人呢？那你发动发动群众呢？你问问隔壁邻居，还有你的姊妹呢？隔壁邻居好像平平的婶娘是人民医院的，不过。得等他下星期回来才能问他呀。下个星期啊？啊。妈，嗯，你最好快一点想办法。那个人得的是肝病，是传染病啊，现在就在我家床上躺着呢，那手肿的都看不见骨头了。嗨，安娜，你过来一下。小王。你看看，哎呦，你孩子，把被子给他盖上。
过他爸爸不是省人民医院心肺科的吗？你去找他肯定会帮你的。肝病啊离心肺科也不远了，你说呢？好，你们自己当心啊！好，你回吧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好。哎，刘波是谁？刘主任的儿子，我的同学。就是同学。以后啊，咱们一起去到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去学化学。为什么选那儿啊？那儿啊，没有围墙，没有边界，也没有阶级。只有科学和艺术。我听说啊，数学家高斯和写童话的格林兄弟，他们都是那儿毕业的。咱们也去那儿吧。就是同学。咦，那你妈还搞得那么不大方，神神秘秘的。她老说刘波是我的初恋。那到底是不是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反正我都嫁给你了。也是啊，你说这个时候还了解婚前事是有点迟了。咦，也退不了货了。我肯要你都不错了，你还要退货，美了你。哎呀，不退不退，我们要给社会解决负担嘛啊！你说像你这么漂亮的大龄女青年扔在社会上多危险啊！你要感谢我，是我解放了你。没有我，你现在还一个人飘着，啊？你弄啥了吗你？他们家住了几天呢？啊，前脚一走，你后脚到处擦，到处弄，到处消毒，你啥意思吗你啊？弄啥了吗你啊？我告诉你哈，我对你这种做法哈，很反感，很讨厌。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，到处擦，到处消毒，你恨不得把这个床给擦个秃噜皮了，是不是啊？你明明知道咱嫂子有病，你还跟人分餐啊？碗筷单独吃。自己煮碗，自己煮筷子，还消毒，你啥意思？你这不是哄人走吗？说完了。完了。桂花得的是肝病，是传染病，啊！我总不能在他走了以后连毒都不消吧？啊，最基本的卫生常识都不懂，哎，难道非要嘴巴长在一锅里面才叫亲啊？对，我照顾别人可以，哎，但我不能牺牲自己吧？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人瞧不起，瞧不起，沾得上边吗？啊，要说瞧不起。我瞧不起你是真的，一个大学老师还是学英国文学的，连莎士比亚戏剧和荷兰梆子都分不清，还好意思在这儿说东说西的。而且我干嘛瞧不起人家？我又不用跟人家又吃又住，以后又不用思想交流的。就算我瞧不起他，我能让他在这儿住吃这么多钱啊？不动脑子。咦，你就瞧不起我？哎，你就是看低我们家亲戚。你无情无义啊，懒得理你，愚昧。
起来啊，等下要出门的。不去。真生气啦，榆木脑袋还发这么大火。不去啊，不去你别后悔啊，一会儿我可是要买一样东西的。起来走嘛，汉大。你弄怕什么你？这块好看吗？你说可是挺好看的。你怎么这么没主见啊？人云亦云。俺看这里边的布都挺好看的，就看你喜欢哪一块。你到底要哪一块？我哪块都不喜欢，哪块都不要。哎呀，原来是选什么都不会满意呀、啊，那干嘛浪费时间呢？真是生活无处不考验，到处是陷阱。一不留神就掉里头。同志，麻烦你这个帮我扯三尺。行。头两块，老气得很呢。这不是给我的，是给你娘的。你那个没出五福的三哥不是要回去吗？送身料表示表示，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。哎呀，小爱。嗯。你可好？咦，刚才还有个人说无情无义的呢。这反正你可好了。干嘛？我说嘛。走。小八。哎，陈老师干嘛去啊？我回娘家了，别人给我做饭，吃顿食堂的，简单。好、哦，再见。习惯你真是让我头疼啊！哎，你这回来衣服都不脱就往床上趴呀？起来，把外套给我脱了。啊！你看这脚脏了，慢点，慢点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呦，
困死我，上了一上午的课，一口水也没喝，困得我呀，别累，我先睡会儿，下午还得正着学习。你再困再累，跟你说了回来第一件事你就是换衣服洗手，跟你说了多少回来就是记不住啊！你说你这衣服多脏啊，这灰全部带到床上了，晚上还怎么睡呀、啊？哎呦，小王，你穿衣服太费了吧？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干粗活的呢。你说你一个教书匠，你把这个衣服磨成这样了，你看这领口全磨白了，这结婚刚做的中山装你就，是不是总不带护袖啊？哎呀，安娜呀，你哪儿都好，你就是不温柔。等，算我没说啊，我做饭。小王，嗯，你弟弟来信，讲什么呀？咦，说家里的收成可好了，栗子卖的也好，家里的地窖啊都藏满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老家好像是产梨子的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咦，俺们家那个梨啊可好可好了，叫贡梨。哎，贡梨你听说过吗？就是以前呐皇上吃那个梨，就三大个一个，一根一斤多重啊，往地下一摔，咔嚓粉碎，可甜。那你摘过梨子吗？一次没摘过呀、啊，一到了秋天呐、啊，我们就往树上爬，先吃饱了，然后再往下拽。往地下拽？嗯，那不会碎呀、啊？嗯，咋不能碎呀、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往下这么一拽，它噼里啪啦它就碎呀、啊，碎说明啥呀？说明它脆。哎，往上一踩呀、啊，软乎乎的。你要吃的尖往上一踩呀、啊，咦，黏糊糊的呀、啊，可香了、啊。哎，那你见过梨花开吗？咋没见过呀？哎呀，可漂亮了，远远望去啊，白花花的一片，可美。笑啥了呀？我在想啊，这真的就是诗里的场景。啥诗？无风杨柳漫天絮，不与棠梨满地花。宋朝一个诗人写的。哎，真没想到啊，这土土的小王是从这么浪漫的地方出来的。嘿嘿嘿嘿。怎么了？刚才还好好的，叹什么气呀、啊？安娜呀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说。你看前两天吧，娘托人带了个话，说咱俩结婚那会儿啊，姊妹们都忙，没赶上。那么现在弄现了呢，他们都想来看看这个大嫂子。娘和爹也合计了。他们俩这一辈子在农村也没进过城，也想开开眼界，结果这一说不要紧，都想来呀、啊！你想那个大弟、二弟、四弟、五弟、八弟都想来呀、啊！哦，对了，咱娘啊还磨好了新玉米面，给你尝尝鲜。等等，你们家到底要来多少人啊？我们家这么小的地方，怎么住得下呀？是啊，我也为这个事发愁啊！你说咋办呢？那咱家的情况呢也比较特殊，我呢是老大，是吧？长兄为父，长嫂为母，他们都想过来看看过门的嫂嫂啊。你说让谁来不让谁来，他都不合适啊。你看这样中不中啊？这个女同志呢都住这个屋，你来照顾啊。
这个男同志呢，我就带着他们到隔壁的这个男生宿舍，到那儿打打地铺，实在不行就地上挤一挤，吃饭呢咱就到食堂。我看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吧。什么叫怎么定了？你今天语言组织能力这么强，是不是早就预谋好的？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哎呀，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？哎，你觉得我这个方案咋样？不咋样。那你不想想，这么多人怎么住单身宿舍？你就算打地铺，你不影响别人休息啊？而且你一个男同志，我觉得别这么老沾光同事不好，人家要讲闲话的。是啊，你说一大家子六七口人是吧，住在这儿不成了个猪圈吗？那你说咋办？我倒是有个主意。你说。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回趟老家。啊，闭嘴，你听我先说。第一，你不是快放假了吗？第二，你不是很想回家，你也很久没看你爸妈了吗？第三，我这个当媳妇的总不好让他们亲自来看我吧，那不如咱们一起回去一趟，这一趟把大家都见了，省得他们过来还怪破费的，你说呢？也不中。哎呀，不中不中，我是这么想的哈，你看咱爹咱娘啊老农民也没进过城，我想让他们开开眼界呀。那又不急这一天两天了，那等以后咱们分了大房子再把他们接来住也不迟啊，那还住得舒服呢。我看就这么定了，这个主意挺好的啊。听上了。哎哎，我们回家啊，放假就走。行，听你的吧。嗯，那当然了。